那时候一直学习的，怎么写概要，怎么写过来概要，怎么写过来概概，哪要过来概概哦，说不出来呀哦，过来概概哦，落地掉哦，要不该要过来干奶哦。不该要干奶，该要干奶耶！你莫使过来夹鸡，哪要过来夹鸡呀？哪要过来夹鸡哦？我真不记得，你都还还晓？哪有个你个改晓？哪个？